好，我们刚刚啊是在下面的竹子湖。如果说你只是想要简单的轻便观光的话，那边就很适合。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有点小小的健行的话，那就蛮适合你。刚刚我讲的，从那个警察局旁边的湖田国小呢，沿着水管步道呢就走上来，听着溪走就对了，就可以走到山上来。这才是漂亮的丁湖，也真的是海域的家，真的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这就是我心里面的丁湖。有听到水声吗？好，带大家走。台湾是个宝岛，尤其是台北。台北的阳明山呢，更是台北。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花湖海域田哦，很美吧，很美吧。我上次就在这边啊，穿青蛙装啊，然后摔下去，因为它的那泥巴真的很黏，一踩没人扶就嘣就下去了，很美哈。很美哈，青蛙装的。对啊，那个人穿。这是丁湖，真的很漂亮哈。其实你看到那个海域田呐、啊，它就是一个水田。采的时候呢，正统的话是穿一个及身到胸口的青蛙装。然后这里很漂亮。真的很漂亮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前面的阳明溪别馆吃饭，那里的萝卜丝饼超好吃的。啊，对，来这里要吃小馒头跟放山鸡哦。好啦，自己来吃，很漂亮呗。下一次我想要去上面的地热谷，真的超美的。这里才是我的秘境，它叫做顶湖。这里是，这才是海域的故乡哦。你在这边可以听到我最喜欢的溪水声。为什么啊？这叫竹子湖。其实竹子湖没有湖哦，就跟阿里山一样，它不是山，它是群山。那竹子湖呢，它也没有湖，只是说它是一个这样子凹陷的盆地地形，所以说呢，这里的气候非常的湿润。它只要早晨啊，或者是说傍晚的时候，这边就开始大蒙雾，所以它才，然后是一个本基型的地形，所以才叫做竹子。来台湾，不只是看台北的中正纪念堂跟故宫，它还有一个我们台北人的后花园，叫做阳明山。而且啊，这边很多人都在这边拍婚纱哦，在这边见证爱情。因为海域呢，它是纯白的。在哦，对，好讲一下，阳明山的海域是白色的、哦，它是原生，它是原本原生种，它因为得了病之后已经没有了，所以这是从日本再引进来的品种。然后呢，在阳明山这边呢是白色的。那如果说你要看那个彩色呢，就会在我们
台湾的宜兰，这就是海域，新娘子耶！而且海域跟风车好配哟、哦，这么美。超美的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阳明山竹子湖海域田，在鼎湖哟，这是我的私人秘密，希望你自己能来喽。